欢迎收看《天天好料理》，健康吃百里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国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贤文。嗨，阿国生啊。嗨，贤文你好。今仔日，要煮什么款的好料理嘞？今仔日的料理名足长的哦，足长的。哎，你爱讲的对哦。我讲。嘿，来。你确定要我讲？一定你爱讲的，我看你安尼，好，甲你考验一下。鲷鱼。嘿。鸡肉。嘿。鸡蛋蒸哦，安尼对啊。鸡肉，嘿，鸡卵，嘿，雷炊，安尼阿母也听较有啦。哦，嘿啦，讲台语啦。哎，讲台语你。对啦。你个菜我。鸡鸭啦，鸡肉啦，佮鸡卵啦，嘿，这拢因拢好像底下好朋友啦，啊，做伙来做料理啦。安尼也好食。安尼做看卖你就知啊。哦好哦，无咱今麦就来个煮落去。介绍咱的这个食材材料啦。好。嘿啦，这鸡肉啦。鸡肉，敢有含什么吧？鸡肉，鸡肉，看你要用金枪肉，是要鸡鸡肉啦，是要鸡腿肉，拢袂。啊，但是你啊剁个油哦，这我已经剁啊吼。哎，剁个。买回来甲剁个油，啊，莫伤油啦。好。哦，这个有一个顶点啊咧。好。啊，这个鲷鱼就是咱的五桂鱼啊来处的啦。哦，这是。这个卖场拢咧卖。啊。一片啊，大大片的吼。啊，你赶快拢啊切丁，小丁吼，这种赶快吼。嗯。啊，咱的这算蒜头。嘿，蒜头啦，洋葱啦，吼啊，这葱啊煮啦。嘿。啊，咱淡薄啊盐啦，啊，淡薄啊烧酒啦。啊，淡薄胡椒粉啦，吼，重点鸡卵，因为咱鲷鱼、鸡肉、鸡蛋煎嘛，一定要有卵。哦，对，啊，即摆咱来做吼，好来，嘿，就咱即摆就是爱先把这个材料切过来，切过来，咱来甲混合，先啥物，弄白鸡吗？嘿，对，做伙发落去，做伙落去就好啊。对对对，吼，啊，你爱甲拉拉的对。对，甲做伙吼。敲，对，吼。爱敲好嚼。对，吼，来吼，安尼。啊，要偌油啦吼，咱当然看你有些阿母啊讲啊，我完全无出气吼，你着加剁较油就。剁较油诶。嘿，对。啊，想要较有这种食起来有这种口感诶。对，啊，这洋葱着较甜。好。洋葱。无，这阵着炊好才起。这炊较好啥物？嘿，啊，咱诶盐加胡椒粉。盐加胡椒粉。对。啊盐，啊要爱淋偌济。盐花啊，都看你要食偌咸啊，因为这个咸诶问题吼，这拢爱靠你诶。口味，看恁的口味。对，莫伤咸啦吼，因为食较健康咧。对，你也无够咸，你再胡椒粉吼。嗯。胡椒粉无够咸，咱再去滴一撮豆油嘛，无要紧吼。哦，这个滴豆油嘛，先。做物件就是莫吼超过啦。嗯。会使咸，袂使超过。嗯，咸啊，佫有补救的机会。对，啊，你若超过伤咸，就无补救啊。哦，啊，佮老嚼。对，佮老嚼吼。嚼嚼。啊，即卖这是哦，米酒。诶，这提味吼，提味。卖偷济，嘿，卖浪费。啊，甲超好线就好啊。甲超好线，甲夹的吼。啊，这要偌油吼？咱阿母啊，你原你这种物件吼，无规定啦。嗯。最主要就是鸡肉甲鱼，这叫做海甲陆地啦。哦，海陆的啦。嘿啦，对啦。啊，你也感觉讲迄个要海陆空嘛会使啊？你掠一只鸟啊，来甲做鱼，迄个海陆空大餐咯。我是感觉。较慢的啦，嘿嘿嘿，我是感觉较慢的啦，嘿。对，即马来咱这里吼，咱有偌济料，下偌济，用偌大啦。嗯。我讲你来做济人，你用我讲，吼，这容器吼，随在咱的。啊，不要那底。啊，那个底的。先甲铺满遐。对无？你照我来看，你注意看，照我来看。咱中下留一空。中甲留一空。嘿，对，中下留一空。中留一空要创啥？等下你就知影。你唔甲我讲呢？对，哎，你豆豆看啊。我豆豆。是啊。我很好。其实吼，讲到这，你应该吼嘛爱知影，讲我中老一坎要创啊袂？还有一个阿母啊，伊看到这伊就知影咧。是哥哥啊。嘿。虽然我真巧吼，嗯，不离过吼，嗯，煮食这方面吼，我算是吼，嗯，较无遐搞啦。啊，对，啊，对，啊，甲你讲啦，这坎要坑人啦。坑人。嘿，对，要坑人。啊，人弄个胶胶做伙来用。无，我讲哦。你的蛋黄加这个吼，啊，这个咱的两仁，两白，你要分开哦。爱分开哦。你要分开。分开要创啥？才搞工。因为咱今日新闻啊特别来吼，咱爱用两粒，啊，无是本来拢用一粒。哦。哎，对。你敢袂甲艾丽嘛拢安尼讲吧？无啦，无啦。无安尼讲吼，这个安尼吼，这两仁要放遮。哦，放中。对。就素源嘞，对，搞掉泡泡。哎，两年唔免通过吧？没。啊，怎么安尼？放伫咧四周围啊？对，
人所为。啊，拢唔免搁淋啥物啊，就安尼就好啊。唔免，那四周再淋。哦，安尼就完成啊？安尼就使食吗？无啦，乱吹啦。安尼要哪食？当作食沙司面个。哟，啊，够健，够健啊！英文吼，拢无，伊就对这无概念啦。这无要紧，你啊豆豆学吼，你啊豆豆学吼。你莫安尼嘛，我顾无台啊。对啊，爱豆豆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哎，你啊，我时间适应一下啦。对对对，吼，啊，这样这甲泡开吼，来。吹蒸炉。哎，就吼。吹。啊，这样要吹偌久，你知无？吹偌久？差不多十分钟。哎呦。嘿，对。十分钟哦，啊，即马爱砍的遐。爱砍的，嘿，对。哦，你甲看咱这顶。啊，怎啊甲开落哈？我甲开大火。开大火。大火落来，嘿。啊，十分钟。十分钟吼。好。啊，咱十分钟了后才回来吼。啊，来看现场，我生出什么款？好，来。四出时间到，来。鲷鱼。没来吃鸡啊。鸡肉。鸡蛋蒸。哎呦，遐小骨咯。足丰富，足青草，嘿，这种好兄弟、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嘿，好朋友结合，嘿，鱼啊啦、鸡肉啦、鸡卵啦，拢家己，拢自己人，嘿。要食啊？嘿，甲食看卖。我要试口味啊。好，做你试，吼。看这届你这道菜的手艺如何哦？好，来，绝对没问题的，嘿。非常香啦，嘿。尤其一挂母啊吼，那伊这重点就是入口即化。你看伊个卵吼，伊个卵，伊一中吼，伊个卵仁吼，无作色，啊，但是伊顶头就有色，下底迄粒无色，但是顶头有色，两粒卵就是安尼，嘿，啊，伊个肉甲鱼啊吼，伊个融合吼，拄啊有海，啊，佮有咱个陆地的。嗯，感觉有淡薄仔脆脆的感觉。啊，当然啦，伊有伊就鱼丁啊。啊，嘿，鱼丁，伊是切丁的，咱讲过，你若用假的吼，就伤油伊啊。嘿。所以讲爱切丁。哎呦，这道菜做起来够水，够好食。哎，我突然发现，你盐无下落偌济呢？唔免切，因为以前话你会感觉迄个淡淡的味道哦，因为就是鱼啊，甲迄个鸡肉丁，哦，安尼一点点黏下去哦，伊就甲提味起来。好，安尼我今麦来食这个卵，头端无食到卵。嘿喏，伊这卵嘛拢九分熟都啊好。太阳蛋的迄种感觉。嘿，就是。本来就安尼吹啊，嘿，多十分钟都好，嘿，你伤久吼，伤烧哦。啊，好食，嗯，好食啊，嗯，哦，啊，国西啊，你真够煮，这我等下慢慢来享用享用。这你食佚佗啦吼，做点心啦吼，配饭配糜，拢做下味的。对，嘿，啊，甩入去佫足简单嘞，方便。哎，你看到你就要煮啊，吼。全部拢甲淋淋的就放落去吹。对，啊，落吹十分钟哦，其实咯，莫吹伤久。对。吹伤久，伊的鱼啊，来个肉，伊会叫做迄个。鱿鱼。会叫柴。哦。嘿，啊，所以讲伊的口味口感就味起来。好。哟，虽然唔是山珍海味，但是同样也食出健康的好滋味。感谢咱哥哥啊，今仔日带来这钓。鲷鱼、鸡肉、鸡蛋蒸，天天好料理，下回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